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咁啊，呢条片就其实就琴日录嘅，咁就系我同阿 Michael 玩呢个生存战啦。咁就上次我都讲过啦，就只需要有多一个人咧，咁我就可以过晒十关嘅。咁就所以今次系揾咗阿 Michael 帮手啦。其实都不是专程找他帮手的，不过他咁啱琴日就得闲，做晒啲功课可以同我玩，咁啊顺手咁啊录条片啦，咁啊，点解会录得咁慢嘅？诶，开波啦，系啦，依家我系即系都系望翻条片，跟住啊做翻个讲解咁嘅啫。咁啊，玩生存战呢，就最紧要就係喺佢准备嗰个时间呢，你就要搜寻你嘅资源啦。咁啊，攞武器啊，執补血啊，執避弹衣啊。跟住啊，喺个倒数咒完嘅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即刻冲定去搵你要嗰个叫做掩护嘅地方啦。咁我哋就揀咗呢度。咁其实都有几个地方嘅，不过呢度就比较安全啲。咁就基本上呢，就係要相信队友啦。咁就係基本上係打返队友嗰边嘅。係啦，即係阿 Michael 就匿咗喺垃圾桶后面嗰个位啦。係啦，我就负责打佢后面嗰条巷跑入嚟嗰啲。跟住佢就帮我打出面跑入嚟嗰啲。跟住啊，如果得闲嘅话呢，间零钟就要自己抽个头出去帮手打中间。因为如果唔系呢，就好似头先呢个咁啦，佢就会无啦啦咁冲入嚟。系啦，咁啊，间零钟系真系要抽一抽出嚟，但同时呢，抽出嚟嘅时候都要小心。系啦，因为嗰条巷嗰度呢，都会打到你嘅，即系我呢个位啊，嗰条巷嗰度都有人会系射到我呢个位嘅。所以就要氹返入去，保持係一個人位左右啦，一個身位咁啦。即係我講緊我呢邊啫。如果係 Michael 嗰邊呢，就安全少少，因為佢有個垃圾桶。但佢嗰個係主攻位嚟嘅，我呢個係副位。因為我係打得比較少人啲嘅。耶！啊、有中弹啦，所以就真系要小心，唔可以太出呢个位。但系当合作得好嘅时候咧，就好易打噶啦。两个人就已经够打晒十波咯，射鸠你手。隔零钟都系咁样抽出嚟，第一波就基本上头三波啦，头三波都系好易嘅啫，都系等。正如我一开头所讲啦，咁啊，一定要好有耐性嘅打生存战，因为生存先至系胜利，系为咗生存。Michael 搞掂咗。准备下一波啦，咁啊又系要执翻你啲子弹啊，即系老武器啊，跟住补血啦，跟住执翻避弹衣嗰啲嘢，搞掂就已经可以翻翻去等噶啦。咁由于呢个位其实就三个人应该已经系好够噶啦，两个人嘅话其实已经啱啱好，三个人就已经系多咗噶。第三个都系企喺垃圾桶嗰边帮手咯，因为始终嗰边有掩护物，我呢边嘅话咧，其实就一个已经够噶啦，加上又冇掩护物，得埲墙，企两个人都冇得打啦。但如果我哋有四个人咧，我就知道另外仲有地方嘅，就阿 Leo 有讲过，就喺呢、這个睇先东南面啦，喺东南面有一间屋。我好似之后嗰几波会行过去，行过去搜一搜俾大家睇，我记得。
嗰度又可以企咗两个人咯。如果四个人打嘅，咪两个呢度，两个嗰度咯。如果系同一队嘅话，不过多数咧，我见街场嗰啲人咧都系入嚟咧自己打，好似即系佢当自己嘅吕布以一敌百咁咧。啊，往往结果挨唔够十秒死鸠咗嗰啲，又唔合作。啊，同埋要讲嘅嘢就系佢阿 Michael 依家踎紧呢个位咧，个垃圾桶千祈唔好整喐佢，如果唔系就会挡唔到子弹。佢好似系有啲漏洞会射穿咯，不过唔知更新完之后依家怕唔怕咧？一更新完应该安全好多，如果射喐咗都系应该会照挡到弹嘅，我谂。咁啊，建议系用翻呢个中距离嘅武器啦，即系其实你散弹嘅话都 OK 嘅。我呢个位啊，但系 Michael 嗰个位咧就一定要用呢个远距离武器啦。傻仔嚟嘅，见住我掉个手榴弹埋去都唔走啊！不过电脑系咁噶啦，电脑太醒啊，就好难打啦，死都唔夹个头出嚟。咁啊，系咯，由于就琴晚系深夜嘅时候玩嘅，咁我费事夜妈妈就系嘈住屋企人录音啦。咁啊，琴晚打定，依家先配翻音，又中弹，又要你发配。啊，我冇记错，都记得有几个哈碌位啊。呢啲重型武器咧就系之前攞定嘅，因为我记得就琴日同 Michael 就打咗几个生存战噶啦，咁啊跟住无聊呢个先至录低佢，啊扫咗几百粒，第一枪都唔中，反而自己中咗枪，回血啦，真系报仇啊！咁啊，不外乎都系咁打噶啦，即系得人夹个头出嚟帮手打中间，诶，得翻一个啦，快过佢。呢个系有头威冇尾势嘅一个示范嚟嘅，即系头两波我好威，系之后跟住收晒皮啊！即系你哋今日睇落去就知噶啦。啊，继续，第三波就开始会有。他们会有车跟着增援啲人过来帮手，所以人数会多过头两波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哎，傻閪咗添，射墙喺度。同埋主要是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懂得玩生存战。咦，我做乜唔避啊？呢条拉有人嘅，系咯，依家先吞，跟住我好似系啊，好似系咁样杀咗佢。诶，系咯，总之系讲耐性同埋合作啊、信任啦，就要睇大家背脊咯。如果我冇射条拉嗰个，佢就会冲入嚟，跟住就会。好近距离咁样射 Michael， 咁就好危险啦。
嗱，同樣地，如果我呢邊啲人佢冇打咧，都會好近咁樣衝入嚟，咁就講求合作性啦，我信隊友啊。由於我冇嘢做嘅關係，誒遇到人啦，自己就位啊，就翻個距離，咁啊可以陰到佢哋啦。喂，中間好多人喎，要夾頭出去打咯。基本上咧，中間佢儲夠三四個人左右，就會開始衝入嚟嘅，咁就好危險啊！基本上就八成都會死，如果佢哋衝入嚟嘅話，除非你滿血啦。同埋就可能係。依家我級數已經係超越咗佢要求嗰啲啦，咁啊，所以會係比較易打少少嘅，因為個最大生命值咧都已經加多咗，咁就可以捱得一兩槍咁啦。哦，好啦，有一個爆佢樽喺度，係啊，啊超型啊呢度啊！Michael 啊，走去補充彈藥啦，自己去執嘢啊佢。跟住我就同佢啊，決一死戰啦啊！潛入，哇！面對面啦啊！睇嘢啊啊嗱！其實我係諗住蹦埋少少嘅，等佢出嚟我先至行嘅，但唔知點解跑咗出嚟。跟住咧，中彈瓜咗。你呢度啊 ，Michael 笑咗成分鐘。英勇，英勇殉職啊！暫時仲係贏緊啊！喂，其實生存戰係真係冇分輸贏噶，最緊要係捱得過，過到關就係勝利者，冇需要同人哋鬥打多啊！啊，呢度我係行錯路，問水啊！其實倒數完先至到嘅話，其實真係危險噶啦，因為啲人出得好快。如果倒數完都仲未翻到去嗰位咧，咁你危險啦，因為佢哋好遠距離都會射中你啊！又就陰緊啲遠距離嘅人啦，係咯，最緊要留意地圖啦，留意地圖睇清楚啲人喺邊。咁啊，見到邊度多人啊，幫手打咁啦。即係以我呢個副位嚟講啊，主位嘅其實就見到人就打就係㗎啦，因為佢嗰邊其實好多人，好啦，咁啊隔零鐘啊可以，誒啊係啦，第四波開始就會有直升機，咁就有兩個打法啦，一係就打曬啲人之後先至打部直升機，即係清曬個場上面啲人先。咁就第二个方法就係你快速怼两部直升机，见到我掹咗支格林出嚟啦，跟住佢好似係唔敢出嚟。啊，呢样我后面啦，睇地图嗰个位置。哇，佢掹咗出嚟，冇晒啦。打埋啲遠距離嘅人咯，咁啊，一般大家都冇得用嘅呢支就，但系如果呢支咧打直升機係非常之有用咯。
因为真系扫几秒左右，跟住佢就爆了。见阿 Michael 飞死神咁，要吞翻入少少啊！呢个位系即系讲你笨嗰个位咯。有中弹，又吞翻入去。系有人噶啦，死都唔出嚟。但其实真系俾耐性就得噶啦，佢会自己行入嚟嘅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多血嘅，你咪冲出去咯。不过其实危险真系有部直升机喺度，你点都要等佢哋入嚟，会系比较好啲嘅做法。你眼望我眼啦，有机会。屌！但同事又俾人打，诶，杀晒人啦！诶，无啦啦地完咗，即系应该系佢部机坠机啊！滑雪嗰碌系咪好 M K 咧？呢啲人特登整到咁嘅。又准备完啦，跟住就跟咗几关都系会系多人咯，跟住系好似又系去到第八啊第十就有直升机，跟住五六七好似都系多人。就个打法都唔会有咩分别噶啦，咁话说大家中意睇我 GTA Online 嘅片啦，定系 GTA 5故事模式嘅片多啲？其实。咁啊，大家睇住先吓。哎呀，睇下 Michael 点样，佢又扫爆咗部车，一定爆炸。开始多人啦，佢条巷个位。咁啊，基本上就唔会话全部喺晒条巷出入嚟嘅，即例如佢哋有两三个人啦，佢哋会系用两个行喺后面，跟住一个冲入嚟，即系佢哋会揾多啲人系冲去中间个位度咯，反而系净系得一个人喺条巷晒嘅。一条鸡毛定啲咩？嗰啲尘飞嚟飞去啊！哦，又中弹，呢条真系好唔稳阵，要自己小心啲啊！有车啊，喺咁隔篱啦，系啦，有车基本上一射爆部车就得啦，跟住等收工。做咩完喎？仲有两条友嘅啫，一人一个啦。佢好似杀咗嗰个啦。系啦，好似系呢度啦。咁就系啦，我会行埋过嚟同大家讲。第二个可以打嘅位置就系呢度咯，就系、
就你可以擒上呢度上边，又可以匿喺呢度，匿喺呢度就打直升机咯。咁啊，因为都系净系守一面嘅地方，如果平时自己一个人打都喺呢度，咁就其实嗰度围左边围栏嗰度都可以擒入去，呢几个位都可以打，都几安全。 不过就都系每个位都要佢都有佢需要注意嘅地方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想知道佢知埋嗰个位要点打嘅，我得闲再或者下次啦，下次等阿Leo翻嚟就同佢再录过喺嗰个位啦。呢个位就我同阿 Michael 比较夹啲啦，因为就都打过好多次呢个位就。 总之就稳稳阵阵打完10波收2皮，咁啊收2万蚊啦。定期留意地图啦，其实即系你识睇地图咧，已经易打咗好多啦。你起码知道啲人喺边。 等佢出嚟，就好彩 Michael 唔会射得中我，佢支枪啫，系咁扫，我继续帮佢睇后边啦，咁啊匿喺嗰度。 开枪引佢哋出嚟，因为佢哋听到枪声就会周围走啊，逼佢走位啊，全部去晒中间，即系我系佢哋，我系喺晒条巷冲入嚟啊！ 因为咁样嘅话，其实好难打。如果佢哋喺晒条巷出嚟，火枪，又系得翻两个，应该唔止喎。有个埋咗嚟啦。 一人一个，应该瞄到噶咯。其实笨咗呢度，我唔应该继续笨。只要我个人吞翻出嚟咁啊，瞄到佢啊，嘥咗个杀佢机会。睇住啦，又得翻个啦。 应该就匿喺部车后边。Michael 又去执嘢，睇住佢跑。啊，引佢埋嚟，我兜佢去后边，系啦。谂住暗杀佢咯呢度，但系咧又俾阿 Michael 执咗。嗱，依家开始。 开始我开始淋啦，俾阿 Michael 占咗上风啊！<笑>追击枪，咁其实生存战就追击枪啊比较冇用嘅，除非你真系喺啲追击位置咯，但多数啲追击位置好危险，好容易俾人打死。啊，除非你系枪神啦，话 Michael 你咁慢啊！<笑>大家睇到啊，啲人已经开始射佢啦。 所以最好就喺倒数之前翻入嚟，系啦，屌鸠佢啊！而家，屌你咁迟先翻，喺直升机又出现啦。 咁啊，由於佢喺我呢邊個位啦，所以
就变咗 Michael 嗰边个位啊危险啲，因为如果佢企出嚟咧，部直升机就会射到佢。所以我记得呢一关佢系走翻过嚟，系啦，我都换翻散弹啦，补枪。因为其实呢支先系我最中意嘅枪啊，因为佢散弹范围又大，又可以连发，不过就真系唔准咯，多数都要射两三枪先死。同埋就八粒子弹你要睇住咯，自己要 set 上弹，得翻一粒啊，得翻一粒你自己上啊。如果唔系咧，你等阵得翻一粒咧，你射中人哋，跟住如果射唔中你啊，濑嘢啊，你喺度上弹，人哋就射鸠你啦。因为好处就真系可以勾射啊，点勾咁射？瞄到之后啊，乱勾咁射。同埋射速都算快啊！又俾人射中。所以如果少血嘅话，真系唔好笨出嚟啊！我情愿你安全啲，有咁收下，多数都掟唔中嘅。明明嗰个位置其实应该中喎，但系唔知点解唔中咧。咁啱爆佢唔到唔通？我直升机瞄到佢翻过嚟啦，到佢掉啊！冲佢埋嚟啦，仲掉手榴弹，又屌鸠佢。因为得翻一个人，有得佢自己瞄啊！我可以唔使打啊，呢个等打直升机就得噶啦。我过去佢都被匿，基本上可以睇到喺佢嗰边个视角系点啊！依家等佢出嚟，跟住就换枪一齐打直升机啦。基本上咧，打飛機咧，就我比較在行啲嘅，所以冇記錯咧，係我打嘅，我打中啊，唔知點解佢打唔中，送到咗個機師啊，個墜機啊，耶！執定血包。手榴弹，手榴弹几好用嘅，就系啲僵持状态，佢又唔入嚟，你又唔出去嗰阵，一个手榴弹掉出去，又威化场，执埋皮弹衣又走得啦。我就睇啲尸体有冇嘢执。因为有时佢哋都会有啲靓枪，第八系啦，咁基本上就都系咁样打啦，真系。系直升机出现系两个打法咯，真系你安全啲嘅就真系打晒啲人，跟住先至两个一齐再打部直升机。勇猛啲嘅方法就系一开头啊射喺部直升机未飞埋嚟之前就射跌佢，射到坠机。点解射半场？
咁样冲入嚟啊，好危险！你一定要快过去。Michael 唔知做乜嘢喺度射个垃圾桶啊！哇，好多人喎、啊！要鞭佢先。呢度我记得我开始勾射，唔理啊。反正咧，其实去到第八波已经冇乜技术可言噶，最紧要系唔好死啊，安全系最紧要，能够生存到先至可以赢到。有四包车，系咁中枪喎！有爆炸，哦！榴弹发射器，又谂住偷袭佢，我记得。掹个樽出嚟，呢个时候阿 Michael 都去执嘢，跟住我记得呢个都系谂翻嚟都想笑。好英勇啊，冲埋去，一嘢，唔知点解，卜住呢边，扑街，卜唔中，近距离攻击。明明咁近，其实应该一搏就中啊！佢唔知做乜嘢啫，又唔瞄准啊，搏去前边啊！真原本可以好型噶嘛，仲拎住个樽，唔唱啦，未雨救啊！你啊，咦个垃圾桶又翻翻嚟咯，头先好似打个飞咗出去。冇粉打，净系睇佢打呢段。咁啊，大家睇到个时间，其实都几长啦。依家都打咗半个钟啦。咁啊，如果快少少，基本上就真系半个钟一场啦。半个钟啊，十波，半个钟20,000蚊。咁啊，话快唔快，话慢唔慢啦。由于之前咧赛车系最好赚嘅，所以官方都已经调整咗啦。依家我谂啊，我谂生存战系最好赚啦，同埋卖车啊，又有人又一个啦，系死都唔入嚟啫。喺地图嘅位置系睇到嘅，哦，又跑咗中间啦。火箭炮，拍戏嚟噶！火箭炮杀人，又俾人打中。啊，总之一中枪唔好理，喷入嚟。呢度我谂紧，如果我射慢咗，点算？射慢咗 Michael 就好危险啊！一人一次当和数啊，头先都有一次啊，佢都冇帮我打啦。啊，有时你可以选择咁样卖队友。啊，部车。啊，原本呢度我谂住用手榴弹帮手啊，
但系个距离太远，同埋好似掉唔中，咁啊费事乱嚟啦。啊，原本一个手榴弹啊，搞到佢哋又中枪，又睇 Michael 表演，史泰龙。啊，证明香港地咧翻学几大压力啦。即系做完功课啦，依家可以释放压力啦，咁啊！啊，你睇佢，你睇佢，你睇佢，即系我能够了解到咧，系啦，啊！依家我系跑过去睇呢个位置，去到第九、第十波就可以跑过嚟呢边就攞嗰支格灵。所以我是完全能够体谅到你们啊翻学那种辛苦的，是啊，咁啊各一个辛苦啦，咁啊翻工又辛苦，咁啊读书都是辛苦的，基本上冇嘢系唔辛苦的，即系你睇我打机拍片好似好轻松咁，其实都是辛苦的，咁啊。大家都有啲自己嘅問題啦，唔講咁多啦，繼續講翻啲遊戲啊。啊，終於嚟到第十波啦！我記得我最尾又做咗一樣好戇鳩嘅嘢。未死喎！啲人已經係個個都揸住啲格靈啊，跟住又著曬避彈衣啊，非常之厚，又難打死，又容易俾佢哋打中。冷影，係咁炸啊！係咁炸啊！基本上去到第十波就真系同平时阿崔佛杀人差唔多啊，已经有嗰种感觉噶啦。去第十波，不过崔佛啊再劲啲啦，佢始终系主角，主角之一啦。又掉手榴弹啦，跟住我记得喺呢度啊，我唔知做乜嘢换咗支榴弹枪。跟住射咗埋埲墙，打翻转头，炸中咗自己。我明明瞄咗佢啊，唔知做乜嘢打翻翻转头，好彩冇炸死 Michael， 因为佢实屌鸠我。跟住啊，欣赏下 Michael 嘅英姿啊，睇下佢点样一个打两个，跟住啊杀埋部打埋部直升机。其实就已经系好易打噶啦，嚟到第十波啦，换枪系啦，呢个时候只要怼冧埋部直升机就搞掂啦，即系希望佢唔会功亏一篑咯。我成村人睇你一个啊，唔知做乜嘢射屋顶。你瞄啊瞄高啲啦，终于射中，系又射到佢啦，我喺度夹救紧个泪镜，我中啦，即系应该系个网络不同步嘅问题，睇到佢射唔中，其实射中咗啊，傻傻啊，执嘢，真系跑。黐咗线啊！系啦，咁啊，十波完咗啦，生存之完成，跟住就去两万蚊啦，跟住啊，好似唔知三千几，系啊，三千几经，真系几封口下噶啦，咁啊，冇噶啦，咁就我哋 GT 5嘅故事模式再见啦，拜拜。